Hello，Hello，hello, 同志们，咱们又见面了，希望你们好好的，你现在看的呢，这个镜头是我们去动物园这块儿，去这个动物园是，反正布里斯班昆士兰好像是算最大的一个动物园，反正是最有名的一个，然后呢，看见了不同的像鳄鱼啊，然后看见这个特别特殊的是一个像那种毒的一只青蛙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不同的鸟啊什么的。然后它还有专门的一个像这个 kangaroo 啊，中文我忘了，袋鼠还是什么，反正这样的这个袋鼠的一个小的 park 这样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我在这个袋鼠这儿，反正这个 pet 一下这个袋鼠，那袋鼠这个毛特别特别的软。然后呢，反正大多数看见它们都在这睡觉，跟肚兜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后面又去了这个，就是这个他们分布是不同的一些，一个是像那个 Asia 的，一个是反正不同的区域吧。然后呢，这个去的这个是一个专门是老虎的一个，反正看老虎的那种表演吧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对动物还不是特别的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但是反正看的还挺好玩的。我们那个朋友们。也觉得还挺好玩，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又去了，就是，去了这个另外一个区域，就是专门有像，就是非洲的动物。然后呢，这个反正站的这个我忘了叫什么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这个东西叫，我忘了叫什么。这个动物反正站在那儿，卡通里好像老能看见。然后反正我们是有时候坐着车，这个不同的车去不同的区域。Hello, my beautiful people. Hello. No, can't change the color. No. Hello, same one. Oh, that's right. Making him a I like that girl. Hello. Hey, they're gonna come. Oh, I did. Wow, it's so like. I'm afraid. It's actually so cute. Bad. Oh my god! Holy shit! Dude, look at that bird behind it. 那下一个呢？你们看的就是，反正我们继续看了就别的动物，这是反正像这个 python 大蟒蛇，好像是叫。然后呢，又看了一些不同的这种，像又看了袋鼠，这块袋鼠特别多，反正哪儿都能看见，就反正他们就是在那儿，就在不同的花园那儿，在那儿溜达就。你可以就反正都特别 friendly，但有一个踢了高贵林一脚，高贵林我不知道怎么，但是反正踢了一下他，还挺逗的，然后你还给我还看见了像 koala，中文我也忘了叫什么 koala，哎我不知道叫什么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东西看着特别特别逗，反正是一个胖墩墩的番薯那样的在那儿挖洞，然后呢还看见了大乌龟。这跟个 dinosaur，这跟个 dinosaur 差不多。Overall 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，看这些。这个刚回到家，离家近，我们刚吃了个饭。可惜的是，车坏了。我们好不容易去吃了个饭，吃了顿饭，然后呢，吃完饭回来，车就坏了。现在大家都在等着呢。It was a flat tire and now the engine's gone. 我们现在在等车修理。那个另外两个同学在车里坐着呢，等着呢。差不多得2、3个小时他才能把车修好。所以呢，我就趁着这个时间溜达溜达，走走步晚上。现在都已经9点了，
但是我们还得再等个两个小时他才能把车修好。我们就是吃饭去吃饭，然后呢吃饭完就回家了，但回家一车一打，哎，就打不开，没法启动，所以就哎现在就等着了，就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就在那等着呢。Three Musketeers! Let's go, baby! What an adventure, actually. Honestly, though.